王婉曼挨时同老公冯柏基现身马场，睇佢嘅爱驹跳出香港落场。不过可惜净系跑到个第四啊！呢日佢仲有带埋两个女一齐嚟打气添噶。有啊，其实每一次如果跳出香港出，我两个女女都会一齐嘅，咁啊当大家一齐即系家庭聚会咯。不过可能今日嘅年龄唔够强，因为个大女瞓咗觉。最近由于交通不便，学校宣布停课 ，Ice 都留喺屋企度照顾女女。系啊，大女成个星期都冇翻学啦，咁变成我咪又多啲留喺屋企，同佢喺楼下去行下公园啊，即多啲喺屋企。系啊系啊，咁都理解嘅，我家香港人系咯，咁咪自己家教咯，自己家教。我觉得尤其小朋友，我见过有啲小朋友好似好细个咁，混咗十几个钟，咁可能妈咪又喂唔到奶之类，所以都尽量即系小朋友就唔好去街啦。咁我因为住喺马场附近，咁都可以过嚟咯。